我会继续，我会想起来，然后再回去吃。不吃，但是距那个时间不要太接近。乐活医学堂，台湾好健康。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护理长朱冠玉。多数的老年人都有慢性疾病，这些疾病又必须要长期的服药控制。所以如何让老年人能够正确安全的用药，是我们必须要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专家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家庭医学科刘彦玲医师。你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加医科刘彦玲医师。以及药剂部简淑珍主任。你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药剂部简淑珍主任。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有关于银发族常见的用药问题。那我们知道，那个老龄大家在用药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复杂，而且它的种类上是比较多的。所以刘医师，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跟老年人本身的慢性疾病有关？没有错吼，那我们台湾地区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慢性疾病的大概有占80%，那最多的其实是有血压问题的老人家，超过一半以上吼。那再来的话是骨质疏松症，大概有占30%。啊，这个糖尿病呢，跟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老人家呢，也大概各占20%左右吼。啊，所以这些疾病呢，如果没有好好的控制呢，其实会影响到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心灵的健康跟生活品质吼。所以要如何好好的控制这些慢性疾病呢，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老年人呢，他可能会有一种以上一个慢性疾病啊、哦，比如说他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那如果他同时呢也有糖尿病的话呢，他也必须要服用降血糖的药物，所以在药物的使用的种类上呢就会比较多。但是我们知道老人家啊，他的身体功能是慢慢在退化当中哦，所以这些药物呢对老人家来说呢，在代谢跟吸收上呢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简主任？一般来说，我们药物进到身体里面以后呢，大概会分成4个步骤来做处理。那有关吸收的部分呢，在长者的身上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肠胃的蠕动会变得比较慢。那同时呢，在肠道黏膜的吸收表面积呢，也会变得比较少。所以整体来说，他的这个吸收的药量呢，就会稍微受到一些影响。那在分布的部分呢，就是因为年纪的增加，我们身体的含水量会变得比较低一点，所以呢，相对来说，它的脂肪含量提高之后呢，就会影响到一些脂溶性比较高的药物呢，它在我们身体停留的时间就会拉长。那在肝脏代谢的部分呢，同样也是因为功能略微的下降，所以呢，我们整体代谢药物的能力呢，也会稍微受到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就是在我们肾脏排除的部分呢，因为年纪的增加呢，我们肾脏排除的能力也会稍微的减弱，同时呢，也因为一些高血压啦、心脏疾病等等，糖尿病的影响呢，我们肾脏功能也是很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呢，整体来说，对于老年人呢，他的用药上面、剂量上面是一定要做一些调整的。那老年人呢，在用药的习惯上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如果这个症状改善之后呢，他就自己不吃药了，或者说他本来一天吃3次，他可以自动减量变成一天吃2次哦。所以呢，在这个药物的使用上，就是说在药物自行停药跟减少药物的次数这个部分呢，对老人家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没有错哈，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呢，常常看到老年人，当他们的疾病改善之后呢，他们可能会自行的调整药物剂量或者是停药，但是特别是像如果血压的问题或血糖的问题呢，这样子自行的调整药物呢，反而会让我们的血压或血糖起起伏伏的，这样子会让我们的身体承受比较大的伤害哈。所以很重要的是要遵照医师的处方，或者是要听医师的说明这样子。那第二个也是很常见的问题呢，是可能会忘记服药，或者是呢不记得有没有用药而重复的使用药物这样子。啊，一个好的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手机或者是闹钟去设一个提醒，或者是可以用一个服药记录表去做一个记录。啊，老年人呢，特别也要注意到的是，可能因为这个听力或视力的减退，或者是认知功能的下降呢，老年人可能没有办法听清楚或看清楚医嘱，甚至是他们的认知功能下降，所以没有办法理解用药的方法。那这个时候呢，就会需要旁人的协助。那除了刚刚刘医师您说的这个部分之外哦，
那老人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很容易相信偏方哦，就是邻居左右邻居在说什么，好像这个药很有效果，他就去买来吃哦。那另外就是说他在药物呢，如果剩下的没有吃完的，他也舍不得丢，然后就会把它储存起来哦。那所以监主任，对于老人家在药物的储存跟药物的来源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呢，也接近过年的时间，家家户户都会大扫除。那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把家里面的一些存药呢做一些整理哈。那因为药品如果放了过期，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你的这个疾病的情况已经改变了，所以原来医师所开的药品也许就不适用于你现在的一个状况。那第二种情况更危险的是，这些药物呢，经过时间的一个储存呢，它有可能会时间过长而变质，哈。那这样子的话呢，无形当中也会造成第一个你的这个慢性病没有办法得到控制之外呢，甚至有可能造成身体的一个伤害，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常常都亲友会相聚，所以大家也都会互相关心彼此的一个健康的状况。那常常的对话里面就会说，哎呀，我吃了哪个医生的药，或是我这个有人介绍我哪一个产品，所以呢这个好像吃得很有效哈。那互相推荐这个使用的一个药品，那其实这样子是很危险的哈，因为很多时候呢，相同的症状其实不代表是相同的病因，所以它的治疗方法可能也就不一样。像很多老人家常常都会有一些呼吸不顺啊，或是比较容易喘的情况。那这种容易喘的情况，有可能是来自于心脏疾病，那也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呼吸道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障碍。所以治疗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这个是绝对尽量避免这样子的一个互相介绍推荐药品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就是老人家常常因为要出去跟朋友们哈一起游山玩水，那有时候呢就会难免会听到一些广告啊哈，那甚至邀请我们的长者呢去听一些健康讲座，那在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买到一些这个产品。那要很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些产品有没有很明确的成分的一个标示啊，有没有这个保存期限。那有没有很明确的写说上面它这个是哪一个公司哪一个药厂它所生产制造的。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有没有经过卫福部的一个许可上市，那以免买到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个药品。那最后一个情况呢，就是保存方式的一个错误，这也是一般在家里面我们很常出现的一些用药的问题哈。那譬如说像现在是冬天，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台湾的夏天是很热的，所以有一些人呢，有时候因为出去看病，那可能还绕到别的地方去，有时候下车买个东西，可能药物就放在车子里面，好，那没有马上拿下去。那在这种夏天高温的曝晒之下，其实药品的品质是很容易受影响的。那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老人家常常很担心药品的品质受影响，所以就想要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事实上不是所有的药品都需要放冰箱的，甚至呢有的药品呢放了冰箱之后你拿出来，它反而反潮得更严重，反而更容易坏掉。所以基本的原则呢，就是在领药的时候，那听清楚医师或者是药师的交代，有需要冰的再放到冰箱里面，不需要的就放在一般的这个柜子里面阴凉的地方，离开热源就可以了。所以老年人的用药问题呢，包括的吃错药或是少吃药，甚至在吃药的次数上呢，或是间隔时间上的一个错误哦。所以老年人呢，应该如何的正确来用药呢？以及在用药上，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哪些？我们将在下个阶段继续为大家做说明。先稍作休息，我们待会回来。欢迎回到乐活医学堂。那刚刚在上一个节目阶段当中呢，我们有针对老年人在用药上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个说明，所以刘医师，那我们到底老人家要怎样在药物的使用上要如何的做呢，才是一个正确安全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会建议呢，来看病的时候最好能够清楚自己的用药的状况，那最好也能够提供一份用药记录给医师参考，这样子呢才可以避免说重复开药的情况。那在领药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要看清楚的是药袋上面的名称，那要看清楚说药物的这个名字、数量跟使用的方法。如果说在领药的当下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立即的询问我们的医师或药师。那再的话说如果会忘记吃药的时间呢，可以适时的用一些辅助的工具，像是可以用药盒或者是列一个清单做注记这样子。如果可以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建议呢，在同一家医院给同一位医师看诊，那并且在同一个药局领药，这样子医师才会最知道你的状况，这样子可以避免重复开立一样的药物，然后也可以减低这个使用药物的复杂性，这样子会比较安全。对于一些老人家来说，他记忆力并不是这么的好，或是说他根本也不认识字，所以要带上一些文字说明对他来说会有一些困难点，所以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方式呢，可以更简单更方便的一个方法？没有错，对一些老年人来说，特别是可能有很多种疾病的老人家，他吃药的数量其实很多种，那往往会很难去记得说什么时候要吃药。那我们其实会建议使用这样子的盒子来分装药物，如果说还看得懂字的老人家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盒子来分装。那假设说他看不懂字的老年人呢，也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盒子，他上面其实都有图示，看到他会写说他会画说那个起床的时候呢应该吃什么药，中午晚上跟睡前要用什么样的药物这样子。啊，不过要注意的一点是老人家可能他一次拿药可能拿一个月，但是我们在帮他们装这个装这些的时候呢，要注意以一个礼拜为期限，不要一次装太多太久的药物，因为这样子药物反而容易暴露在潮湿的空气，容易会坏掉这样子。好，那除了说药盒分装之外哦，老人家记忆力比较差的时候呢，他当然会在医院会询问医师或是护理师甚至药师哦，这来做说明。但是他往往回家之后呢，他还是忘了哦，我刚刚这些医师啊、护理师或是药师跟我说了一些什么，所以他是不是可以从药袋上的一些文字的说明呢？还是说对于不认识这老人家来说，一些图片的说明可以帮忙他们？没有错。所以现在其实长者如果在各大医学中心或者是各大医院在领药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药袋越做越大，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内容上面呢，给我们的长者呢能够有更清楚的一些内容，就是说如果万一他回家之后忘记该怎么吃药的时候，那他还有一个这个列印的很清楚的这个说明很清楚的药袋呢，能够再做参考。那里面有几个重点，就是说像刚才刘医师所说的，那首先要先确认嘛，这个药袋是不是你自己的嘛，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一下说这个药品的名称是不是你经常习惯吃的药，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这个服药的一个用法跟用量的一个说明。那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些注意事项。那通常来讲，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这个保存的方法，那通常都会在注意事项这个地方会告诉这个我们的长者。那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呢，其实就是放在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用药安全的一个提示，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注意事项里面呢，也都会标注说这个药品的外观它大概是圆的还是长的，那大概是什么样的颜色，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记，那这样子我们在吃药之前呢能够做一个确认，这样也比较有保障。那最后一个部分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也会有提示一些比较常见的副作用，所以呢如果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啦，需要回诊的啦，那也都会在副作用的这个栏位来跟我们的长者来做提醒。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药袋上面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图示，也就是说，如果万一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听的时候有听懂，可是回家看的时候呢，可能不识字啦，或者说在理解上面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至少在药袋上面有一些提示，可以告诉我们的长者说啊，饭前啊，还是饭后啊，那我们用饭碗、用饭锅这样子的一个图示来做一些些的这个提醒，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也要提醒大家，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长者齁都会有一些可能外籍的看护来协助照顾。那所以其实在某一些医院呢，他们也都有很贴心的这个语言志工的一个帮忙齁，所以呢我们也都会针对这些看护呢针对他们的母国的这个语言齁，比如说印尼啦、菲律宾啦齁，或者是马来西亚等等齁，越南啦，我们都有这样的语言志工，甚至也都有这种相对应的语言的药袋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看护，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长者在服药上面最好的一个帮忙。那最后一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药袋的背面啊，很多医院也都会有一些基本的这个用药的一个说明哈，所以像一般我们常常会被问到说，哎，你说饭前吃，那到底是几分钟之前叫做饭前哈？那饭后吃到底是多久之后才叫做饭后吃哈？那所以在这些内容上面，我们在药袋的背面呢，都有一些更完整的说明。就是老人家啊，他的疾病哦，其实有很多种。那在药袋的，在除了药袋上的说明之外呢，在处方上呢，是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说明。是的，没有错，就是说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哈，因为大概这两三年呢，我们的健保署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服务，它有提供所谓的云端药历哈。那不过有些时候就是说，因为只有透过健保来领药的部分才会出现在云端药历上面，但是有一些病人呢，他可能有自己的自费使用的一些药品，或者甚至呢到社区药局自行购买的一些指示用药哈。那其实有一些医院呢就会提供所谓的用药记录卡哈，那在这里面呢就会包含所有的健保用药、自费用药。那如果说病人还有自己在家里面到社区药局去购买的一些指示药，那也可以利用下面空白的地方能够做一个记录。那这样子呢，随身携带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说你在看医生的时候，不管你去看中医师、看西医师哈，那甚至说你如果出去旅游，那你随身有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处方的一个内容，那随时有医疗需求的时候呢，都可以拿来做参考。好的，那刚才提到说呢，老人家在药物的种类上呢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他有心脏病，他可会去心脏内科门诊就医，但是他如果糖尿病，他又去挂了新陈代谢科，那如果他有关节炎，他又跑去了风湿免疫科去看了，所以对于这些这么多科别的一个药物上呢，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整合啊，可以减少就是说各个科别他所开出的药物可能有一些类似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刘医师这个部分可以做一个说明。没有错齁，其实现在老年的人口越来越多了，那刚刚前面提到许多老人家呢，他可能有超过一种的慢性疾病，那往往呢他都会在医院各个科别来求诊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就会说他可能同时间有拿许多种药物，那或许有一些药物它的功能其实是重复的齁，是一样的功能，甚至可能像或许他止痛药同时在很多位医师那边都有开止痛药，那可能就会造成他肠胃不适啊等等的一些症状出现齁。所以现在呢，很多医院呢其实都有设立这个老人医学科的门诊齁，或者是也可以去家医科请我们的医师来帮老人家做这个药物整合的部分这样子。那现在过年快到了家家户户都有些热闹的气氛了。但是在过年期间在用药上呢可以注意一些什么，那可不可以刘医师给我们一些建议？其实很容易在过年的期间呢，可能因为这个节庆的气氛之下，平时控制很好的老人家可能会
吃的比较没有控制，或者是药物会没有服用到这样子。那如果平常就控制不好的老年人呢，可能更这个疾病的情况呢反而会更加恶化吼。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过年的期间呢，也要维持作息吼，定时服用药物，那才可以去才不会发生一些疾病的合并症吼，可能像一些痛风啊，或者是血糖高啊，可能会引发像昏迷啊、酮酸中毒啊，或者是像心脏病啊、脑中风等等这些比较急性的情况吼。那第二点要注意的吼，就是说如果有血糖、血压或者是尿酸方面的老人家呢，要注意饮食的控制吼。特别是一些这个如果像有痛风的老人家，要注意不要服用普林值比较高的食物，像是一些海鲜啊，或者是一些肉汤啊，或者是喝太多的啤酒，这样可能都会引发一个急性痛风发作的情形吼。那也要持续的监测我们血压还有血糖的变化。那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在过年期间呢，可能大家会聚在一起打牌啊、看电视啊等等，那会变成说长时间可能都一直坐着吼，这样子呢也会造成我们的运动量的减低，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要维持我们固定的运动量这样子。在过年的期间也是大家很难得放年假的时候，那其实可能大家在安排旅游的时候，除了要订旅馆，除了要订机票，然后要安排旅游行程之外，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带着老人家一起出游的话，一定要注意在你的这个旅游地点的附近先了解附近有哪一些的医疗资源，好，那预先的做安排。如果万一老人家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急性的问题出现的时候，那也许附近有什么药局，附近有什么样的医院，那这样子呢随时都可以做一些应变的一个治疗。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很容易在年假的期间碰到塞车的问题，好，那所以塞车的时候呢，就是上车之前呢，先检查一下在车子里面是不是有充足的水可以摄取。那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简易的，能够在车子里面小解一下的一些器具，好，那以免呢到时候碰到大塞车的时候呢，产生憋尿的情况，反而得不偿失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在出国旅游的时候，那一定要注意哈，那要多备一些药。那建议大家可以至少备两份的药品，那一份的药品呢就是随身携带，那另外一份的药品呢就是放在这个大行李里面哈。那另外在准备药量的时候呢，最少随身呢至少能够放1到2天以上的药量。原因是因为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因为天候的因素，可能飞机不飞啦，或者是机场关闭啊等等，所以如果万一你的大行李已经入关了，但是你那个飞机又不飞，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慢性病的长者来说，用药上面就会困扰很大。所以我们一定都会建议我们的长者呢，他自己个人用的用药至少要备2到3天的药量随身携带，这样才会比较安全。好的，如果老年人的用药问题呢，如果我们能够多一份关心、提醒跟了解，可以减少家中的长辈给药错误的一个机会。今天谢谢刘医师以及简主任的解说，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乐活医学堂，我们下周见。